完了这个呢，软硬度就幅度比较大，软硬度差距很大。哦、下面那个微调，稍微调一下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保鲜功能，保鲜功能一般我们遇冷，遇冷是这个。哦。遇冷，等一下，遇这个做完以后看一下。七十了。杯子有没有？杯子拿两个。刚才可能做的太硬了，它可能那个电流过高了。可以了。OK， 再打一个混合的。林哥，你要拍这个吗？没有，我有在拍，打个混合的。打个混合的，中间，中间就可以了。一起吗？中间的，中间的，中间的，中间不就是混合的吗？对啊。对啊。哇，哇，混合的太漂亮了。还有打吗？林哥先拍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要打。